摸黑出动买菜买到天亮，20多年前高雄静思堂乡亲的日子最忙碌，他主动来当志工而走入慈济。正时他受尽。 这中间拢一直在做咱新村人工课，一阵啊，咱的乡亲已经欠人啊。你好，我在彩边里来哈。刚开始有一个惊吓，怎啊拄着咱的培训，伊讲到1200块也要食饭，车一个数字会要惊到，啊无个先来买煮一间啊当煮几个便当，又为啊一步一步安尼，所以这乡亲内底是收银多点。 拿锅铲的手也会推轮椅。陪大官，要做医疗志工。其实你大拿做志工，伊拢知影我腰无好，伊拢派一寡较袂省力腰的工课我做。大家请咱阿爸阿妈，做伊啊做真欢喜个，是拢安尼。曾因车祸腰受伤，更能体会患者不便，将心比心，让付出后的欢喜更加倍。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采娥郭世任吴明章吴美惠高雄报道。